我录音的朋友怎么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呢？欢迎我们这些演员们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来进行我们映后 Q&A 的部分。那我们首先呢，第一题就由我们导演先开启，可以吗？那个先让他们先，因为我现在做一件就是失控的行为，就是我要打电话给 Jay。谢谢我们的掌声，拜拜。
谢谢谢谢台湾。期待下次可以再见到他本人哦。哦。他应该是累一分钟。对，我也觉得他应该累一分钟就走的样子。我那什么？好，没问题。那你希望我现在继续是有部分的吗 ？OK， 好。哎、欸，那我刚讲到幸福的部分，我刚刚讲到要尊重。我们真的还很详细。好，没问题，没问题。那我接下来问第二题，就是延伸刚刚的部分，就是揣摩这个难度很高的角色的时候，除了唱歌啊，还有做了哪一些准备吗？我觉得当然唱歌是最难的嘛。那我觉得第二个困难就是因为，前期我刚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跟导演其实讨论了蛮久的原因，是因为 Neil 他失去哥哥之后，他的状态或者是他的头发，就是变得比较落魄的样子。对，然后我就在讨论说，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这样子状态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偏向写实的表演或者是状态。但是因为毕竟 Bill 去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唯美的部分，那我觉得你要拿捏现实跟唯美的那个感觉是相对困难的。嗯，所以你做准备就是头发这部分这样吗？应该说头发是一个大家沟通下来最好的平衡。哦，对，好的。现在坐在台下的都已经接受一二级的假发，都算是铁粉了。哈哈，没有问题，都能接受了这样子。好啊，好啊。我们现在再把麦克风交还给我们导演了。OK OK， 好，那导演准备好了哈。OK， 别跑，这样子都没问题。大家好，我是那个建宏，然后不好意思，刚才闹场是我怕那个没时间抠对这样，但谢谢大家今天来，然后也很感谢杰德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高雄跟高雄电影节做一些拍摄，这是我感恩的地方。然后当然我今天一定要先谢谢是小完美，就是台下知道是小不是小完美的举手，不知道什么是小完美的，还是有吗？那天是受到什么原因来吗？被亲友拉来了这样吗？就是我感谢小完美了，因为 我自己第一次参与追星，就是我也把我的四个男孩当偶像在然后对了，其实我最喜欢是那个，然后然后完美了，然后完美了，然后这里居然也有你们的 CP 耶 ，Oh my god！ 但我跟大家一样，从开始宣传的时候，我就跟着小完美带我追星，然后我觉得这段旅程真的是很好玩，然后也很感动，就是有很多分享都可以直接跟小完美们说，然后也谢谢小完美们，就是我常常 cue 他们要帮我做一些事，例如去洗那个 trade 的河道啊，他们也会一直帮我。那这样听起来他们很像你的学长学姐耶。啊，对对对，就应该举个躬一下说哦，谢谢。反正讲的就是他们像你们大前辈那种感觉。对，然后谢谢大家。好，那我们接下来问我们导演第一题哦，就是第一次啊，我们第十一题可以说是练导最心碎的一题，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看他妹很不心碎吗？大家是不是都心碎了？对啊。那除了这种心碎的感觉，还有失恋的感觉没有？讲到失恋。要不要找一个人来赶快抚慰一下这个失恋心碎感？就赶快帮你把这个心缝合起来。我找英雄好了。他们都有配对了。他们都有配对了。那你可以让他们。我跟小完美啊。你可以让他们做一些，就是你知道吗？弥补你心碎感觉，让你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那我给你点爱心好了。你没什么感受，没什么感觉。就是第十二题，小海演唱《Neil 给 Neil 听》的时候，请问当初怎么会想用另外一个场景来诠释，而不是用回忆戏的方式呢？我自己在十一、十二集的时候就，这有点感性啊，因为第十一集真的是我每一次自己看都会觉得很心酸。那个心酸来自于其实不是 Nathan 的离开，而是 Neil 的孤单。然后第十二集也其实讲的是小海的孤单，这两个孤单的人终于有一天他们可以坦诚相见在，某个时刻，然后最后坦诚相见，哦，那第十集的时候，他们两。
完成了一个完美的团，终于聚在一起了。然后那个小海一直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说他不会唱歌，但其实他一直都可以为了你有做任何的事。然后大家也说，大家曾经有小外面有提到说，为什么小海不弹吉他？然后其实我对于小海的认知是，吉他是 Neil 他必须要仰望的那一颗心，所以他其实自己音乐上面的才华跟音乐上面的感知，他都想要献给唯一的那一个人，他只想唱给 Neil 听，只想要弹吉他给 Neil 听，所以那个时刻是只有 Neil 可以拥有，所以他让 Neil 也到达了另外一个很抽象、很意象的。心里面去，对啊，很意象，就是一个在台上，然后一个在台下那种感觉。对，换了一个位置。哇，那就今天要再重现一下那种感觉。双向奔赴，我觉
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的感觉。哦，就是在角色里是这样，我相信每个人在人生里面，你一定会遇到一个人会把你过去的伤口捧在手心里，对，但是你有跟小孩会心里遇到。嗯，那这个小孩觉得多好，觉得同意。同上对不对？同上同上。好的好的，哇，那你们都这么浓情蜜意了，要不要简单来比个爱心，就是传达一下你们的这种幸福的感觉？大的啊耶！哇，哦，没有没有，待会待会，哦，这种，谢谢。七排，好，第几个位？第七
第七个，你要从左边数过来还是从右边数过来？左边，第七排从左边面对我们这个方向，左边数过来。座号有号吗？七十一有，座号有七十一号。七排七号。好，七排七号。好，是谁？有人告白吗？来，有来啊！告白一下，来告白一下。认真啊！已经帮你准备好大声功了。可以如果不要的话，我们就直接请其他人哦。来来来，就你了吗？好。没有，他只是小便的粉丝啊。开玩笑，开玩笑。好，那我们请，那我们再换下一个数字好了，好不好？换下一个数字。对，换一个数字。那就隔壁的。隔壁的。右边。右边。讲号码好了，讲号码。你要八号还是九号？九号。好嘞，九号是谁？八号还是八号？哦，八号吗？哦，对，八号吧，八号在哪里？不是啊。好，就那里，就你的，赶快想好告白十秒钟哦，赶快现在。十秒钟哦。可以问问题，可以问问题，不要告白。对，都可以。你们可以说比较好。对。看来你是我的粉丝。哈哈哈哈哈哈！十一月二号，今天问我吗？你可以说吗？可以啊，就敬请期待，你来了就知道。哇，就是会。你说的啊，我不要讲。好，那我们最后再开放一位哦，再开放一位。那我们请我们的 Neil 好了，小海吗？然后封好要饰演国王，我们想看你演哪
一下他，可以吗？是什么攻守交换？攻守交换啊，你也有，你等下就是接触那一拳，这样可以吗？对你接触就好，还是你需要什么台词？不用不用，我再帮你现在想。不用，就这一颗，就这一颗，就这一颗，好，完成。OK。所以你是学姐，学姐，学姐。小孩，好大只的小孩，对，没错，待会他会揍你一拳的。好，
有人都手打住了呢。未成年呢？好，那我们再邀请我们的那个瑞琪上来一起再继续接受我们后续的宠粉时间哦。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有奖征答，对，大家最喜欢的了，有奖征答，而且我们待会有奖征答，答对是会送小礼物的哟。待会会让你们自己提问。OK。所以我现在要先公布我要送什么礼物吗？还没啦，还没。还没。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第一题，那我们先从米皮开始好了。好。我今天要随时随地的照顾好他。对对对。没事啊，没事啊，我就是 Riz 在剧中有一个清院未了 Megan 的演唱会，原本预计是在哪边举办？好，我待会我们准备三二一举手哦，好吗？好，我们明天预选哦。好，好，来哦。三二一。好，把那个戴口罩的。戴蓝色口罩的吗？高雄巨大吗？高雄巨大。哎，把那个唱的那个高雄的两个。我的女儿啦。没有啦，我们家很多客人会想给公司，现在公司真的
原味哦。原汁原味的哦，喜欢吗？有温度的香味。有没有比个大爱心送给我们的小海？嗯，对不对？哇，好，来，接下来最后一题。哇，这一题我蛮难的。你有在剧中在当一日导游的时候，在车上跟乘客介绍了哪些高雄景点？要说两个，至少两个好吗？至少两个景点，高雄景点啊，大家想一下哦，最近很有名的嘛，对不对？想一下，想一下，好，准备好了吗？好，好，三二一，那个白色外套的那个姐姐，姐姐好，姐姐。对了，哇，恭喜！那我们这一款呢，送的礼物也是项链，原汁原味的项链，有温度的项链。这个要给吗？赶快趁现在补说吗？你是不想给是吗？对啊，对啊，那个可以拔腿一点没有关系哈，可以拔腿一点，原汁原味的，姐姐喜欢吗？喜欢，喜欢。比个什么 pose， 再让粉丝好好拍一张照呢？来一个心动的感觉，心动，对，心动的感觉。你下面找黑米上吧，尴尬。不会啊，三一起嘛，好，一起，一起，为我们今天这个沙发还要在这里吗？沙发就先在这就好，好先在这就好。我们可以坐沙发吗？不够，坐不够。家属照是吗？这样好，对，你坐完你坐完。好，那你们后面自己比个脸颊爱心嘛，对，自己比个脸颊爱心，好不好？啊，你们要来个什么什么爱心之类的啊，对不对？难得有沙发的一个情境下，对不对？可以可以。这个相机呢，我们会配点花露声。没有人叫我吗？